何学会用音乐与听众去沟通，如何让音乐说话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。歌曲中那些美丽的旋律线条啊，在改编的曲子当中呢，要用左右手不断变化的在各种音区表现出歌唱的那种感觉，好像唱歌一样。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改编版里面听到原歌曲的这种感觉呢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人人都是知音，那就是最好的了，是吧？